同学们，我们接着来看，我们要怎么样算 pitch， 把 pitch 真正把它算出来。我们先做个也是一样，我们先直接录音叉的声音，然后直接算 pitch， 好，看看算出来到底是多少。哦，假设音叉，我刚刚讲过音叉振动是440次哦，那它是多少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误差。那我现在直接把它录进去。抱歉，从头开始哦，我现在要把它录音录进去。我先让我的麦克风在这里哦，那音叉振动之后，我把它插在这里，然后就开始录音。我先按。录音，现在就开始录音了哦。已经有录到，但是先停下来。有没有这一段是音叉的声音？我把前面前后砍掉，然后放一下。这音叉的声音哦，那我接着把它放大，你看到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正弦波哦。那么这个正弦波呢，我现在开始要算它的周期有多少哦。那一个简单的做法呢，我就假设我算一个周期好了。那一个周期呢，譬如说是从这个最高点到这个最高点哦。那我再把它放大一点。假设我要从这里开始，我要一路往右边走，走到下一个最高点。好，我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哎，我点位我线位都不见了。好好，我再走一遍好了，但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哦，比如说从这里，我从这里往回走好了。哦，从这个最大点走到前一个最大点，我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七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大概36点。那36点代表它的周期嘛？但是我们一秒钟有几点？各位记得，刚刚我们录音的时候，一秒钟有16 K， 16000点，哦，那它的频率怎么算？那很简单，就是16000除以36，哦，所以我们可以得到16000，123除以36，444.44，所以有没有很接近？应该是标准答案应该是440。但是它是 444.4， 差那么一点点哦。那这个差值呢有很多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当然是说你只看一个周期容易受到稍微有一点影响，会偏差一个 sample point 或两个 sample point， 你就看周期拉长一点，就是多算几个周期哦。所以在我们的这里呢，各位看也是一样，这是音叉的声音哦。那我就把它一路放大，取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把它放大拉开来看，变这个样子。好，那我取几个周期呢？我取五个周期，这一二三四五，这五个周期呢，看这个 index 在哪里，那这个 index 又在哪里，那两个 index 相减，我就知道说它的点数哦，或是它的间隔有多少。所以这边算出来呢，第一个 index 是7，在这里，这一点是7，第二点是189，在这里，所以189减7。哦，因为有五个周期，所以我把它除以五，得到周期的平均值，然后再用 sample rate 去除，一除得到 439.56， 所以基本上已经很接近我们讲的音叉的频率呢，是在440左右。哦，那我把它转成 pitch 呢，就是69加 log2， 我的
这个 FF 呢就是 fundamental frequency， 就基本频率的意思。把基本频率除以44，你再取 log2。抱歉，这少掉一个12乘以这个东西，加上69，然后所以是68.98，就很接近69哦。因为基本上这边很接近440，所以一除这边很接近0哦。不过抱歉，这里漏掉，哎，还有一个12乘以 log2， 这个我回去再改一下。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算 pitch 的方法。你算这之后，你就知道说，哦，将近69，就是中央拉的位置。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范例，这个范例我们先听看这个声音是什么。清华大学资讯系，很明显是我的声音哦。清华，清哦，可以看到资的清华大，有没有碰到学的又资在这里，清在这里，学有没有资也有资讯系。有没有这三个字都有气音在前面，所以气音在我们中文字里面算是常常出现、常常发生的。英文呢？英文气音在哪里？所有的 S 都是气音哦。Sunday 那个 Sunday 星期天那个就是一个气音，后面加复数的 S 也通常是气音哦。Thursday 星期四要咬舌头，那个也是气音哦。好，我把这一段呢也是一样，抓这一段，然后把它拉开来看。拉开来看以后呢，我基本周期我可以看出来，基本周期在这里、这里、这里。哦，基本周期是它的定义呢，是只要你觉得它现在是一个基本周期，你可以找到几个比较显著的点就可以了。哦，你可以抓上面，这样也是一个基本周期，这样都可以。但我觉得下面比较明显，所以我就开始抓下面。哦，从这个 index 到这个 index， 总共有三个周期。哦，所以这个 index 呢是75，这个 index 呢是477，哦，所以两个相减再除以3，因为有三个周期在上面，然后再用16去除，16可以去除，一除得到我讲话的频率清华，我讲到华，它大概是119Hz， 大概120左右，哦，那120左右呢，我再用那个公式去算，哦，抱歉，这里漏了一个12，哦，12乘以 log2。FF40，我得到是46.42。46.42呢，大概在哪里呢？46嘛，这边69，加12，这边81，69减12到这里变成57，57再减12到这里，57减12变45，所以我46就是大概在这个黑线这里。所以各位作业就是要算一下你的音高到底在哪里。所以有关于看波形算音高这一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不看波形啊？可以，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堂课不会教到，因为不看波形算音高的话就是在音讯处理里面的 pitch tracking， 我们待会说明一下，但是细节就不会讲的太底层，也可以，对。所以都知道怎么算的吗？好，了解哦，这个也是考试可能考的东西哦，各位知道这个流程啊。好，那我们这些根据这个声音呢，你就可以，这边是一个简单的统计类啦，有些跟中文相关的。跟华语相关的一些统计哦，我们中文总共有多少个字？常用字？答案是5000多个，5401，哦，大概有这么多个常用字。这个字或多或少也是，就是这个数字它本身大概不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但是你大概知道说。你认的字大概就5000多个哦，这个是一个很对外国人来讲很困难的问题哦。你学英文字母不是26个字母而已吗？然后开始你就背单字哦，单字有字根、字首，那边东凑西凑，有什么现在式、过去式，有单数、复数，加起来凑一凑，有多少字？哦，如果全部把单数、复数看成是不同样的。然后现在是过去式，看成不同样，整个算出来也有大概有12万字左右。
但是十万字都是由二十六个字母所构成，那老外看到一个字不知道，他就可以猜嘛，说这个是大概是哎大概什么意思就出来，但中文有时候猜不太出来，哦，但所以这个对老外来讲，五四零一个字母就是最难的地方，哦，所以外国人学中文，你像要会讲很容易，哎你好早安吃饱了吗，这个都要讲很容易，但要写要看那是最大的问题，哦，那这五千多个。字每一个字呢都至少有一个发音在上面嘛，这个发音叫 base syllable，哦，那但是呢我们总共有411个 base syllable， 比如说妈妈妈妈合起来是一个 base syllable，哦，那 base syllable 有时候会加上四声嘛，有没有一二三四声，所以总共合起来，但是并不是每一个 syllable 都有四声，哦，所以你如果直接把它乘以四的话应该有1600多个，但是我们只有1501个叫 tonal syllable， 就带声调的音节，就像有的音节很少用到，哦，我举个例子，像嗲里嗲气那个嗲，它只有这个音节用到嗲，它不会嗲不会嗲都没有这样的音，哦，嗲嗲嗲嗲它只有嗲的音，所以并不是每一个 syllable 都会有四声在上面，哦，那么我们的tone呢就更有趣了，哦，中文是一个带tone带音调的语言，我们叫 tonal language， 它有带声调，哦，带声调语言在其他世界上并不多，像英文它就没有带这个tone在上面，哦，带tone的话我想各位都知道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哦，妈妈妈妈，哦妈，哦，现在也是这样，你看，各位把手压在你喉咙上面，你讲，妈，妈，你会发觉你的喉咙是不动的哦，有没有停在那里？妈，好，现在讲第二个，麻，飘上去，麻，你会发觉你的喉咙飘上去了，麻，你的喉咙就浮上去了。你为了要发这个音，喉咙喉头的位置，哦，就会浮上去，麻。你如果没有喉头没有浮上去，而能发出向上 pitch 升高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哦，第三个是马，马，马，有没有？看有没有勾一下？马，马，勾一下，沉下去再浮上来。最后一个是骂。骂，哦，这个比较不明显，哦，所以你可以发觉我们国字里面的注音符号里面的一二三四声，哦，一声是没有任何标记嘛，二声撇上去就代表你喉咙位置撇上去，三声勾一下就代表喉咙位置勾一下，四声撇下去代表喉咙位置往下走，所以这个就是 pitch 的走势，所以这四声呢我们完全由你讲话的音高就决定你的 pitch，那音高呢就是看你喉咙上下震动的位置，哦，所以一声是没有标记，如果真的要标记的话就是一个减号，因为它是平的平的，然后二声由 low 到 high， 三声是由高低高，四声是往下走，哦，那么这些有些范例，哦，像清华大学这是1242，哦，那一二三四有哪些呢？叫三民主义、优柔寡断，这刚好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那后面这个当然没有意义，刚好是直接把它打上去，刚好这前面这两个是有意义的。好，但是我们的华语的四声呢，到台语变几声？有人说八声，有人说九声，有人说七声，就变得有点复杂。好，台语这个问题实在是就变得很复杂的问题。好，因为它第一个它没有文字，它没有音表，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变得很复杂，哦，那我们台语，我们统计所一个老师叫江永健老师，他对这台语很有研究，哦，那他甚至把台语的声调把它标出来，哦，然后他只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只记得这件事，因为其他都太难记了，哦，这个怎么念？有没有台语很厉害的？有没有自愿的？哎，不是很多人都还没问问题吗？因为还没有问题，台语很厉害，来秀一下。台语会不会念？会不会念台语？不会。
好，念给你听啊，就叫米勒大教堂，米勒大教堂，我没念错，没念错，但是你念这个叫罗人五教堂，你会发现这两个痛都是一样的，米勒大教堂和罗人五教堂表示这个痛就是这个痛，痛完全是一模一样，但到底是什么痛？因为在台语里面，它并没有定义哪个是一声、哪二声、哪三声、四声、五声、六声、七声、八声，它并没有定义的很清楚，至少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所以我没办法把它的痛把它标出来。至少在这里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台语就一样有痛在上面。广东话有没有痛？有，广东话痛也很多。广东大概也有七八个，所以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语言，所以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讲的华语讲的普通话是比较简单的语言。好，那剩下这些细节就不重要，我们就先跳过去。接着我们来看怎么样接着我们来看怎么样自动去抓 pitch，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观察法，用眼睛看，那现在讲的是直接呢，这里下载太慢了。我们会要对整段声音抓 pitch 这件事情呢，叫做 pitch tracking。Tracking 就是追踪的意思，就跟着跑，跑来跑去。那么这边前面有些已经讲过了，definition of pitch 就是 fundamental frequency， 把它经由 hertz 再把它转成 pitch。通常来讲，我们对 pitch 呢，有时候讲好会有点模糊。你说 pitch 呢是以 hertz 为单位 ，hertz 就是一秒钟里面震荡几次，像我刚刚音叉一敲下去，一秒钟震动440次。那但是我们有时候又讲说 pitch， 它的 pitch 等于69个 semitone。那就是把它转成在钢琴的键盘上面，中央拉就在69，往上是70，往下是68，这样一路算出来。那个叫做单位叫 semitone。那如果以 fundamental frequency 来看的话，每秒钟444，这叫做 hertz， 赫兹 hertz。那这个 pitch 我们刚刚讲过，杂讯或者 unvoiced 就是指没有声带没有震动的音，也就是气音，这些呢都没有 pitch。那 pitch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很多地方哦。第一个哼唱选歌，唱一首歌，把歌找出来哦。华语的音调辨识哦，我讲一段哦，比如讲三民主义，请电脑帮我辨识，我是不是讲一二三四声哦？英语的音调评分哦，因为比如说老外讲一句 Can I take your order？ 有没有后面要标上去？那你跟着讲一句 Can I take your order？ 那就不对了哦，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我可以把它辨识出来，然后让电脑评分，说我讲的像不像这个老外讲的英文哦。还有云盒子里面的韵律分析，还有音高调节、和长度改变等，这些都是 pitch tracking 的应用。那 pitch tracking 有很多种方法，要自动来做，通常也是一样分成两，一种叫 time domain 在时域做，一种在 frequency domain 做。那今天呢，我们时间也有限哦，我没想到这个学期过这么快哦，我本来想还有很多东西要讲，结果没想到。是不是只剩下下一次上课了？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只讲 ACF auto correlation function 反正各位拍了好多照片，我也是要让各位做作业、做人脸辨识的，但现在看起来都还来不及，所以只好留着给你们的学弟学妹来做这个作业。不过各位还是要把它拍完哦，就是还没有上传，记得赶快把它拍一拍哦。好，我们在 typical steps for pitch tracking 跟一般的语音分析都很像哦。我先把它 chop signal into frame， 叫做 frame blocking， 切出一小块，每一个 frame 叫做一个音框，一小段一小段，把它切开来。那每一小段我算出它的 pitch function， 比如说 ACF， 我们今天也只讲 ACF 哦。那我从这个 frame 我可以抓出它的 pitch 出来。我从 ACF 里面这个函数抓出它最大值出来，然后把一些不可能的 pitch 把它移掉，把它砍掉，然后对整个 pitch 把它 smooth 把它平滑化，就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的 pitch curve。
这个、跟刚刚一样，有没有进来一个讯号？我把它切 frame， 切出来后就知道这个 frame。接着我要从这个 frame 里面呢，我要把它的 pitch 算出来。一个简单的方法叫 ACF 叫 Auto Correlation Function。简单讲呢，我把 frame 放到这里。这个 frame 就是我这边切出来，这是一个 frame。我把它放到上面来，长的是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这是一个基本周期在这里，从这里到这里，这个是一个基本周期。这四个大概有四个基本周期在上面。那我们要算一个函数叫 ACF， 就是说我把这个 frame 呢，把它 copy 一份放下来，让这个。那这个涛刚开始等于零，等于你就把它并排在这里，然后慢慢往右边移，下面这个慢慢往右边移，在移的过程中呢，比如说移到涛等于30的时候呢，我把重叠的部分点对点相乘相加，那各位记得它的平均值是在零，平均值是在零，所以刚开始在这里一模一样的时候，它会得到一个最高点在这里，当你慢慢往右边移的时候，移到这边高点又堆到高点，低点堆到低点，高点堆到高点，低点堆到低点的时候，然后再点对点相乘相加，就会得到第二个高点，可以看得出来吧？那当它慢慢往右移，当它要移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又发觉高点对高点，低点对高点，所以点对点相乘相加会得到另外一个高点在这里，所以就一条曲线就拉出来了，所以它的公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假设这个 S 呢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是从0开始，那把它拼一，有没有 I 加 tau 拼一点，然后把它每一点点对点相乘相加，我就得到我的 auto correlation function。那这样慢慢移过去，移到从这里移到第一个周期的时候，你会得到第一个最高点。假设这个高点不算，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做平移。那再移到下一个周期又对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得到第二个最高点，然后一路移过去，你就会得到一条曲线。那从这就很容易看得出来，最高点在这里，所以我算这一点到零点的距离30，我就知道它的周期，基本周期就等于30。所以这是基本做法，最简单的 auto correlation function。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的最高，比如说我的频率、我的峰值，可能我的频率会变，或者是它有噪音，然后这个的话。通常我们假设在一个 frame 里面，你的基本周期是不会变的，它会变化，因为它的时间实在很短，你不可能变化的很厉害，所以假设在一个 frame 里面，它的基本周期是固定的，这样才有办法把这基本周期抓出来。也就是说，它侦测的只是一个，比如说我说一个音，比如说啊，对，对，侦测出我说这两个音。那就是是一条 pitch 的曲线。这边是针对一个 frame 在做，就是只有20个 millisecond， 0.02秒，它找出一点 pitch 出来，下一个0.02秒，它又找出另外一个 pitch 出来，那整个串起来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 pitch 的曲线。这边记得它只算出一点，有没有？整个算出来之后，我知道这一点是我要的，好，这是30，我把 sample rate 除以30，我的 fundamental frequency 就出来了。那这只有一点 pitch， 一个 frame 只找到一点 pitch 而已。这边还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叫做 ACF。如果考试要各位写公式，会写吗？会不会写？因为概念很简单，但是有时候你要把它转换成一个公式，可能你稍微要想一下，要想一下这公式到底要怎么写才写得出来。好，那 ACF 出来之后呢？假设你的 pitch 点出来了，你这个周期也就跟着出来了。这边是一个范例。这是一个实际的范例，就是声音，这个声音是 Sundays， 有没有三？这边有个气音在这里 ，Sundays， 哇，这段放大得到这个样子，你用看的可以看出来，基本周期在这里，这里，这里，我去做 auto correlation， 拉出来曲线是这个样子，那我就知道说，那应该是这一点哦，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能抓到这一点？你还是用眼睛在看啊，对不对？我为什么不会抓这一点？因为在这一点它等于完全没有平移嘛。为什么不会抓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比这一点低嘛。万一假设这里有这一点比这里高，那你要不要抓这一点？答案是不行，抓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明。这边先看一下，这里就是
我抓到 ACF 的 index 是132在这里，然后1600要除以132，记得要减一，这边130是只算间隔，哦，所以你要把一减掉，然后一除得到它的频率，哦。然后这里呢，我特别说明说，我们在取最高点的时候，实际上只能取某一个范围最高点，太低不能取，太高也不能取，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假设人的 pitch 呢是有个范围的，是假设人的 pitch 呢是大概在40Hz 到 1000Hz 中间。超过1000Hz 应该很难发音发出来，哦，除非像那个 Vitas 它的音不晓得高到哪里去了，哦。我们作业里面今天倒是 没叫各位做了，因为之前也作业就是让各位去网站上去抓 Vitas 的音，然后去算看它的 pitch 到底有多高，哦，或者你去抓那个谁的海豚音啊，那个叫什么叮当吗，还是还有那个哈林哦，你把它海豚音抓出来，你就可以把它也是一样用同样的方式一做，就可以把 pitch 抓出来。但是一般来讲，一般人是不会超过1000的，哦，低也不会低到40以下。哦，那合唱团的同学也可以，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拉到最高音，看能不能超过1000，哦，或者请你们的合唱团最高音一路调高音，看能不能超过1000，哦。好，但是如果 fundamental 是40的话，你最低不会低到40，你把它除一下。哦 ，FS 除以40，就表示说它的40就表示很低嘛，比如它周期要很长，已经在这一边了，所以只要低于40的音的话，表示它的基本周期一定要比这边还要高才会低于40，所以表示这边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取最大值，我这边就不看。那另外一个呢，基本周期超过1000的话呢，你把它除一下 ，FS 除以1000呢，就知道说它的基本周期要小，比这个还要小，才会超过1000。但在这里你看要比这个小，所以后面这个都是不可能，我假设它不会高于1000，我这边就不看，所以基本上我只要看红色这条曲线，直接抓它的最大值，我的基本周期就出来。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来听一下，所以根据前面的方法我们就把基本周期做出来，哦，这个是它的波形，这是它的音量，我刚刚讲过，就是取一个 frame，然后算它的在 frame 里面每一点的绝对值的和，然后我就得到一个音量波形，然后这是它算出来的 pitch。好，我们来听看这个声音。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个是，我先把它关掉。不是要把你们吵醒啊，哦！你看这个 S O O 嘛，树，这是我们西藏苏峰文老师的歌声。苏峰文老师认识吧？很难想象啊，哦，因为苏峰文老师个子并不高嘛，哦，那抱歉，他是台大合唱团高音部的，哦，所以他有一天看到我在做这东西，他说：“哇，你这东西很有趣，让我来测试一下。”他就跑到我办公室，然后麦克风一唱，他唱到高音的时候，我办公室窗户真的会抖，哎，我讲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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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抖。那他唱完以后，我的辨识性辨识，哎，找不到这首歌，他说：“啊，你们就不行啊，太烂了，要改。”我说：“哦，是是是，我就开始。”结果我听到他的声音的确是 pitch 抖得很厉害，哦，所以你刚刚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我把他的 pitch 抓出来之后，然后重新放出来，各位听看看，电脑抓到的 pitch 跟他唱的像不像？有没有这个电脑抓到的 pitch？所以你可以听到跟它几乎很接近一模一样，甚至它在抖的时候，它电脑在抖，噔噔噔，全部都抓出来。哦，哦，所以哦，就是跟刚才同学问怎么样自动抓住 pitch， 就是这样做的。
那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声音还算干净，哦，你就抓一个最高点就出来。但有的声音就很脏，那个最高点有时候好几个，然后有时候前面后面又不一致，所以你要去猜到底是它不见得一定放在最高点。哦，声音越干净，它的越高点越明显；声音越不高净，它的高点越不明显。那我们事实上呢，把哇。我刚刚说 pitch shaking 嘛，我们通常把这个高度除以这个高度，哦，这个高度一定会比这个低，这个高度除以这个高度叫做它的清晰度，那这个值会介于0和1中间，那你的声音越清脆越干净的话，清晰度会越高，声音越脏的话，清晰度会越来越低。好，到这里应该是 ACF 就讲完了，所以各位大概就知道说我怎么样自动把一条 pitch 抓出来。但这边还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就是说我这边为什么要算音量，因为当音量这样一砍的时候，音量太小的部分是没有 pitch 的，算出来这边也是乱七八糟，哦，所以音量太小的话我直接对这里，超过这个 threshold 我再留下来，没有超过我这个就砍掉，哦，所以真的留下来是红色这条线，有没有？像这音量太小我这边就没有 pitch，音量太小，这边就没有 pitch， 但是有这边有这一点没有砍干净，哦，所以后续就看你要怎么做把它砍掉，因为这一点对应到这里，音量可能很小，可能就在这里，所以这一点事实上是没有声音的，那个是要把它拿掉的部分。好，那后面还有一些 ACF 的变形，我们现在就都先跳过去，都不管它。然后还有 AMDF， 那是另外一种方法，我们也都不管它。这个也是。那这边是更复杂的算法，就是说你光取最高点有时候抓不出来，我就要走 DP Dynamic Programming，哦，这边就是复杂的东西，我们都先跳过去。好，假设你 Pitch 算出来了，那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应用，就是说你要唱歌选歌，唱一首歌把歌找出来，我把 Pitch 先抓出来，那接着呢我要把这个音高呢限制一个范围，哦，我这里限制在82到1047中间，好，我前面讲是40到 1000， 这个是也是差不多的范围，哦，那82是相对于哪个音呢？我们先看看82呢是 E2 大概是在这里这个音，然后1047呢是 C6 大概在这里，所以先看最低，先听看最高音好了，这个是高音，我假设人的发音不会高过这里，高过这里就被我砍掉了，哦，那低音不会低于这里，这是低音的范围，哦，然后根据这样子把 pitch 算出来后，我就得到整条 pitch 的曲线，哦，那我刚刚讲过 pitch 曲线算出来之后有时候要把一些东西砍掉，哦，那像在这里呢，我把音量有没有音量太小的我就把它砍掉，这里就没有 pitch，有没有音量太小了？这音量太小，我就把它砍掉，这边就没有 pitch， 只留下黑的部分。但是有些会被留下来，在这里，这里黑的部分留下来了，有没有？这音量可能刚好讲到气音，它音量也蛮大的。所以呢，你除了用音量来砍掉一些不稳定的 pitch 之外，不够 reliable pitch 之外，另外一个方法是把 clarity 清晰度一起加进来。我在这里，这是我算出来的清晰度。那清晰度，如果我假设我要比清晰度的 50% 还要高我才会留下来，比它低就会被我砍掉，所以你看刚刚前面那一个在这里，有没有这里有几个没砍掉的，到这里就被我砍掉了，因为它清晰度都太低，在这里清晰度太低，哦，所以 pitch tracking 完以后你要做一些后处理，把一些不可能的东西砍掉，这边呢其实还有蛮多细节在上面，但是你如果唱的声音越干净的话，它出来 pitch tracking 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好。那我们刚刚抓出来的音呢有两种，不是有两种，就是说我抓出来的音呢很多中间都空掉嘛，假设这音量很低，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呢是假设我要去做唱歌选歌，我把这首歌丢到我的资料库里面去比对，然后看到底最像是什么歌。那这时候我要把这些空的地方补起来啊。一种方式我就直接把它砍掉，把它接起来，
砍掉，把它接起来。哦，砍掉一接起来，这边就全部不见了，所以这边变成这里就直接接到这里，你们这里就直接接到这里。好，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我是把延长前一个音，假设呢你这边没有东西，我就把它一路延长过来。好，比如说在这里，我把它延长过来，所以这一段空白就把它延长拉过来。哦，那就是要看你最后你要跟资料库比对用什么方法，那你就用不同的方式来把这些 rest。这些空白部分叫 rest 或是叫休止符，就是全部停了，没有 pitch 在上面、哦、你可以把它直接把它砍掉，或直接把它延长。那直接把它砍掉的话，我们进行比对就要用一种方法呢，叫做抱歉，这个颠倒过来，直接把它砍掉，这是适合用 DTW 比对方法。那把它延长是适合 LSW 的比对方法，但这细节各位现在就是可能还不清楚，那没有关系，只是让各位知道说你还必须去处理休止符的问题。处理完以后，最后你得到的这个是真正 pitch tracking 出来的结果。我们听看，这是各位的学姐唱的，1999年毕业的，很久以前了。那他也是合唱团的，他是我们系上的卡拉 OK 冠军、啊、那时候我当初做这个唱歌选歌系统的时候做出来，因为我唱都辨识不太出来、哦、所以我必须请他每次要 demo 这张淑美你来唱，他就帮我唱，他就辨识出来、哦、那这是他唱出来辨识，就是整个辨识出来的结果、哦、茉莉花、哦、你可以看到他唱得很平，就是他中间没有很多转音在上面，所以你可以几乎看出来每一个音符在这里，音符的存在、哦、几乎都看得到、哦、那唱完之后呢，假设呢我们就拿唱的这一段要去比对我们资料库里面的歌、哦、那资料库里面的歌呢放的是MIDI 档的音高音长，所以把茉莉花把它画出来，就是黄色这条曲线、哦、那就看这两条曲线好像长得不是很像，但事实上你只要把原先唱的 pitch 把它压进来，就几乎跟它对在一起。你可以看到最后有没有这个高音在这里，我说把这个东西压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块就会对到这一块，这一块就对到这一块，这两块就对到这里，这一块对到这里，这一块对到这里，就几乎完全对在一起。所以一种去找歌的方式就是你唱出来之后，我就把这段 pitch 丢到我的资料库里面去比，然后去伸缩一下，把它压一下或是拉一下，每首歌整个扫一遍，歌就可以找出来。那这里有一个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样，这是张淑美的歌声哦，她唱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然后经由 Pitch Tracking 立刻把整个曲线拉出来。哦，我直接让它下去，就在跑的过程中呢，它一路会产生一个图，那个图就是 ACF 的图。然后呢，最后就把 pitch 算出来。哆瑞咪发嗦拉西。哦，就及时的声音进去，然后 ACF 图就出来了。那你可以想象最高点就在这里。好、哦，那这里是它的声音，这是它的音量。哦，音量代表振幅嘛，所以振的越大，它音量就越高。那这边就是他抓出来的 pitch 是紫色这条曲线，紫色这条曲线。那黄色这条曲线刚好对应都是音量很低的低部分，所以黄色这 pitch 都乱跑，但是因为音量太低就被我们砍掉，只留下这个紫色的 pitch 的曲线。好，那你可以听看电脑听到什么声音，这是电脑听到的声音。没有，跟他声音还蛮接近的，但是有的人会讲说他这个 pitch 好像稍微电脑抓出来的 pitch 比人的 pitch 还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它是很平均的低一点点，所以最后我们进去比对的时候还会上下平移，所以这个基本上是 OK 的、哦、那我们也可以及时啊、我还是请合唱团同学来唱，唱一句就可以，唱十秒了，唱十秒，这也是各位今天要做的事情啊、哦，就是唱完十秒，把 pitch 抓出来，然后把 pitch 放出来，看跟你唱的差多少，来，唱一句，十秒，对，随便一个。你要唱什么歌？你最熟的歌就可以了。来，站上来。他有这首歌吗？啊？他会不会没有这首歌？不是不是，现在只要抓音高而已，只要抓音高而已。我讲开始，你就开始唱，然后麦克风靠近啊，预备，预备，开始。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们不一样。好。可以，好，谢谢。你看，这是电脑抓出来的 pitch 啊，知道不是很好，不是不是说他唱的不好，他唱的很好，但是电脑抓的不够好，因为这个 pitch 是前面是杂讯，因为他前面刚开始有些杂讯，这是麦克风的杂讯，所以他以为有 pitch， 所以这边是乱七八糟，接着这边开始有稳定的 pitch。但到这里又是杂讯，声音它的要把它砍掉的部分砍得不够多，所以这些杂讯都留下，不然的话这是一个很稳定的 pitch 曲线、哦、那我们来听看电脑听到的结果。所以基本上有抓到一些稳定的 pitch 有抓出来，但是呢，它这个 pitch 呢是没有经过平滑化。你要平滑的时候，就会把这些跳出来都砍掉，然后只留下它的正常的 pitch。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 Miracle 有没有问题。连上，我没有，我直接连看看好了。好，那刚刚各位看到我唱进去把 pitch 抓出来，下一步呢就是要丢到资料库比对，说你到底唱的是哪一首歌嘛？那我们开发了一个系统叫做 Miracle， 那这边可以唱进去把歌找出来啊。那我们现在我直接放一些示范歌曲，譬如说哦，这是一首英文歌，其实我刚按错，我要按的是大约在冬季，结果不小心按错了。哦，我来看这个好了。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好，唱完以后他就把 pitch 丢到 server 去比，比完以后结果就出来、哦、那结果出来以后呢，就是这边他会列出前15名最像的歌、哦、那前三名都是大约在冬季，那当然这边都有事先做好，就是直接连过去，应该这应该就是齐秦的歌吧，就是 YouTube 的。好，我们先把它停下来、哦、表示。然后呢，你可以听看它到底在资料库里面它放的是什么东西让你去比呢？它放的是 MIDI 档、哦、你听它的 MIDI 档。这是有前奏啊。所以当你唱完那一句以后，他就整首歌扫一遍，看哪一段最像。扫完以后，然后再比下一首，再扫一遍。那这样总共要扫几遍呢？这边有13000首歌，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去扫。所以这就是标准答案。然后各位看这边花了多少时间呢？花了 2.39 秒在比对。那我们这边呢是用一个 CUDA 的机器在做比对，有一个 GPU 在做运算。我们之前没有利用 GPU 在做运算的时候呢，用 PC 算的时候，你唱进去它要两分钟答案才会出来。哦，那自从换了 CUDA 以后，因为把它平行化下去算，只要两秒多答案就出来，大概快了60倍。哦，所以这 CUDA 这个东西其实是蛮神奇的东西，在某些应用上面。然后最后一点比较有趣的是，这首歌就是唱进去之后呢，它可以抓出很多类似的歌出来。哦，我唱一遍。哦，我唱的不是很好听。哦，但是越是不好听才能显示我们的系统很厉害，能够把它抓出来。你们听看能不能听出来我唱什么歌。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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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什么歌？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比得出来。出来了，榕树下。我唱的是中间一段，有没有最后面？啊，你可想起榕树下？就后面那一句。哦，那你看啊，我要讲这件事情是说，你看他比对出来多少首歌，前十名通通是榕树下。哦，什么我和你榕树下，春的怀念是榕树下，故乡之春也是榕树下，北国之春也是榕树下。所以这种比对音乐方法呢，叫做content based music retrieval， 就是我不管你写里面，我不管你外表是什么歌，我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语言，不管日语，不管是台语，那我只比对音乐的内涵，比完以后我就跳出来给你看。哦，所以像我和你，我和你，我和你，也是邓丽君唱的。所以这样就是榕树下。好，那当然还有一种，你就是唱进去，比如说我唱，你唱，各位同学可以回去试看看。哦，这个网址我待会放在我们的作业网页上面好了，各位可以进去试看看。你唱《双人枕头》，它一定会调出另外一首歌叫《七夕情》。那真的听它第一句，哎，第一句真的一模一样。所以就是有仿冒的嫌疑，一定可以把它抓出来，可以抓哪一首歌是仿冒哪一首歌的。好，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作业要做什么。好，作业我到现在还摆不上去，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杰星呢？好，我来说明一下，我先说明一下，可以吗？第一件事情呢，第一个作业呢，其实还蛮简单的。哦，就是我只要你做一小项。哦， try your best， 你的唱歌。哦，一个是唱最高音，一个是唱最低音，然后把你的最高音跟最低音抓出来，然后你用看的去看说，哎，最高音在哪里，最低音在哪里。哦，然后算出来对应的 keyboard在你的钢琴上面是哪两个键，是你的音域的范围。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让你用看的，并不是叫你直接去算。那第二个作业呢，
啊，被我关掉了。第二个作业呢是要做 pitch verification， with simultaneous playback， 就是说你唱一段歌，然后我把 pitch 抓出来，但 pitch 抓出来你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一种去验证的方法就是说你把它放到一个立体声的档案里面去，比如说左声道放你原来唱歌的声音，右声道放你算出来的 pitch， 两边同时听，你就知道说你 pitch 算出来是对还是错。所以这边要做的事情呢，是第一个，你要录十秒，十秒钟的唱歌的声音。这十秒唱歌的声音就是就随便唱，但是你不要唱啊，不要一直啊过去，要有一个歌声高高低低的，这样才知道说你的 pitch 算在对不对。好，然后 16kHz 16bit resolution。然后你把这段声音丢到我们的函数里面 ，pt by pf， pt 就是 pitch tracking， by 是经由什么方法， pf 是 pitch function， 那你可以用的方法就是 acf， acf 这样出来的效果最好。那你可以打 help， 它里面就有很多说明，甚至有些范例你可以直接跑。那接着呢，你把算出来的 pitch 呢，把这个 pitch factor 呢，你要把它转回 audio 的讯号，因为你要放出来嘛，转回 audio 的讯号用的函数呢叫 pv to wave。PV 就是 pitch vector， to 就是转换成 wave， 就是 audio signal 的意思。这两个都在 SAP toolbox 下面，所以你要用的时候要把 SAP toolbox 抓下来。接着呢，你要把这两个讯号，一个是你唱歌的讯号，一个是转为 audio 讯号呢，把它放在一个 stereo wave file， stereo 就是双声道，立体声的意思。比如说左边放你原来歌唱的声音，那右边放你的算出来 pitch 再转成 audio 讯号的声音，那接着你去听看看，两个同时听看看抓在 pitch 对不对。好，如果有不对的话，你要去修正 pt by pf 的参数。好，那 pt by pf 的参数有很多，那但是上最主要你就是只要修正两个部分。好，譬如说你直接打 pt by pf， 它就会跑一个 self demo， 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是做 pitch tracking 的结果。哦，我们听看这个声音是什么？这个是也是上课同学录的声音。我有一只小猫咪，我从来也不信。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几个几个。然后抓出来的 pitch。哦，你看，第一个它是算出来的音量，那音量它要砍一个门槛值，低于这个音量的 pitch 都设为零，好吗？低于这个音量，这个 pitch 通通不要了。哦，第二个呢，它要砍一个门槛值叫 clarity， 它是砍最高值的 50%。哦，那砍掉以后也是一样，会把原先这里会留下一些脏东西，一样都把你砍掉，最后你就得到一个很漂亮的 pitch。哦。pitch 第一个一定要连续哦，像这个都是连续的，有没有？连续的曲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pitch。那你再把这个 pitch 转回 audio 的讯号，然后放到档案的左声道跟右声道，好，那直接听你就知道说这个 pitch 到底对不对。那你要调整参数上就是这个的 threshold 和这个 threshold， 好，这两个 threshold 呢，你要去看一下 pt by pf 里面的程式码。好，我把程式码调开来好了，各位直接看一下，因为程式码有时候你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重要的就是那几样东西而已，其他通通不重要。我把字体稍微放大一点。哇，
有没有这个 PT by PF pitch tracking by pitch function、哦、它首先是一个 W object， 这 W object 实际上就是一个 wave 档的意思。但是呢，你看，就你看这个范例就知道，我设定 wave 档的这个东西，我利用一个 wave file to object， 把这个 wave file 吃成一个 object。所谓吃成一个 object 是什么意思呢？就把这 wave 档所有资讯全部塞到一个物件里面去，这样的话我要传递会比较方便。那接着呢，我设定我的 PF type pitch function 的 type 等于一，哦，这个各位不要改，因为0的效果不好， 1的效果会比较好。然后接着我就把它送进去，抱歉，还没有送进去，在送进去之前呢，我要产生 pitch tracking 所需要的参数，哦，所以 W 我必须要把 sample rate 送进去 ，number of bits 送进去，还有 PF type 一起送进去，我就得到一组参数 PT param， 哦 ，PT 是 pitch tracking 的意思 ，param 是 parameter 的意思，就是参数的意思。然后我令 plot option 等于一，然后就把 W object 和 PT param 一起送进去，它就可以把 pitch 算出来，哦，然后。在这里面呢 ，PT param 呢，各位往下看，前面都是在做一些 housekeeping， 所以 housekeeping 就进来一些讯号，进来一些参数，我要整理，把它 check 看它对不对，看有没有地方看起来有没有怪怪的，或进来的 data type 对不对等等。到这里才真正在做 pitch tracking， 实际上只有这一块在做 pitch tracking， 只有这一块，前面都是做一些 housekeeping 的动作。然后我把讯号进来，这是我讯号 buffer2， 把它切成 frame， 哦，那这是就是这边就是我的 frame matrix， 每一个直行就是一个 frame， 每一个直行就是一个 frame， 哦，那 frame zero mean 就是把每一个直行的平均值把它减掉，个别做，这样的话它避免它在 DC 有偏移，你录音进去有时候整个段会偏移掉，它把它偏移把它拿掉，哦，那我的看有几个 frame number 有几个，那我出现的 pitch 就会有几个。那接着 clarity 有几个，这两个等于在做 memory 的 allocation， 先把 memory allocate 出来。那接着呢，我就把其中开始跑一个 for loop， i 从一到 frame number， 把第 i 个 frame 抓出来，这 frame 就已经出来了。呼叫另外一个函数叫 frame to pitch， 把 frame 送进去，然后把 pd param 送进去，它就帮我把 pitch 算出来。第 i 点的 pitch， 第 i 点的 clarity 和它的 pitch index 和 pf， 这两个各位也不会用到。然后同时我同时再算一个 PF 它的 local maxima 总共有几个，哦，因为我们在砍掉那些不稳定的 pitch 的时候，第一个是砍它的 volume energy 太小砍掉，第二个是砍它的 clarity， clarity 太低也把它砍掉，第三个你可以砍的是 local maxima， 也可以 local maxima 如果太高表示说你的讯号都是毛毛的，哦，就滋滋滋一直跳来跳去，那这种就比较可能是气音，所以我们就算它的 pitch function， 它的 local maxima 有几个，就知道这是另外一个可以用来砍 pitch 的一个标准。那这 pitch 算出来之后，剩下都是要砍。我把 pitch 先 assign 到 pitch 2， 这个只是为了要画图方便，后面用到 pitch 2。第一个呢，有没有？我 remove pitch with low volume， 音量太小，我要把它砍掉。那这边呢，我直接呼叫一个函数叫 EPD by VOL。就可以把我的声音太小 pitch 点，我就可以直接砍掉，哦，那砍掉的参数呢，在 EPD param 里面，哦，这 EPD param 你可以把它印出来看一下，它就会跟你讲说，它会找一个 range， 那这个 range 中间呢，我记得是砍十分之一左右，就是说比最高它的音量呢，假设音量的 maxima 在这里。minima 在这里，所以我就从这里算，从这里到这里，它砍十分之一，这边就是 10%。假设你的声音呢是介于 minima 和 maxima 的 10% 以下，我就认为是这个是没有 pitch 的部分，我就把它砍掉。但是因为你们录音录进来了，每一次麦克风都不太一样，所以有需要呢，你可以把 10% 拉高一点，但也不能拉太高，拉太高就会把原先有 pitch 的部分也会一起砍掉。所以这个是各位要注意的地方。再过来呢，是砍这个 clarity。抱歉，在这里。哦，如果 clarity thresholding 等于一的话，表示我要用 clarity 来砍，来当做门槛的来砍。那我就把它的 threshold 算出来，就直接把它的
clarity 的最大值算出来，再乘以这个 clarity 的 ratio， 那这里 ratio 在这里目前是 0.5， 那只要小于 0.5 的话，我的 pitch 都设定为0。好，那这个各位也要试一下，看看 PD 白片，你这个画出来图，图一画出来就看到它砍在哪里，那你就可以调整这个值，让它砍掉你所需要砍的，那不该砍的就不能砍掉。那第三个是 local maxima， 这边呢 来砍这个 pitch。如果我们会用到 local maxima count 的 thresholding， 那我也是一样 local maxima count， 我算一个最大值再乘上它的 ratio， 就得到一个门槛值，凡是只要大于门槛值的我都设定为0，表示 local maxima 太多，表示那个 PF 是跳来跳去，那跳来跳去很可能就是弃音。那么最后我再做一个 smooth pitch 的动作，把它平滑化。所以基本上各位只要改这几个参数呢，就应该可以把你的 pitch 抓出来很漂亮的 pitch， 然后再转回来 audio signal， 然后把它塞到右声道，然后你的声音在左声道，两个就可以同时听，那就可以知道 pitch 有没有抓错。但是有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你根本就看图形，看到 pitch 是有没有连续的情况，就知道 pitch 算的对不对。但是放出来才是最直接验证的方式，有时候它会整排都算错，那你有时候你看波形你会以为它算对，实际上是错的，那这时候就把它放出来听。好，有关于这个作业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同学，声音怎样？漂移很多，就是 每一台机器都不一样，有时候你录音录进去呢，它会有一个 DC 的 offset，它的电压值不对，会导致它波形整个录出来都会高于零点一些，或是低于零点一些。听起来听不太出来，听不太出来。但是你要做讯号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剪掉。听的时候是听不太出来，但是你波形一画出来就会感觉出来。来，如果太多抖音的话，太多抖音。它一样可以抓出来，因为它是每0.02 秒就算一点 pitch， 所以你在 0.02 秒里面能够抖，那应该是很难的事情。你可以私下请合唱的同学抖给你看，他抖出来吗？一般抖音大概是一秒钟里面要抖个三四下了，不可能在 0.02 秒里面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它抖音也可以抓得出来。你可以抓画出来 pitch， 你会发现它真的有在抖。你可以唱歌的时候，你故意唱抖音看看，看它能不能抓得出来。基本上应该能够抓出来，但你要抖得够漂亮哦。所以，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网路通了吗？应该可以，好，我待会立刻同步我们的网页，让你们能看到作业。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好。